跑不动了，找下飞机吧。不快不行了，我宁愿被毒死，我也不跑步了，累死我了。大家再坚持一下，前面肯定有载具，走。大家看，是飞机！这飞机只有两个座位，我们坐不下呀。我是你们的工头，你们应该让给我。我呀，也确实跑不动了。凭什么呀？不能因为你是工头就让着你吧？你那么菜，你不行，我必须要做。我的皮肤啊是肠子里面最多的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我们呀公平竞争，我们去你们的吧。啊！拜拜了，我先走了。这个猫猫太可恶了吧！就是，他居然敢炸队友。等着，我一定会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坐的飞机啊，这个飞机啊我今天一定要坐，你们谁要是跟我抢，首先我的火箭筒。行，让给你，你先坐。这还差不多，走了，拜拜，上飞机了。哎，我说油膏肉肉，这飞机都要被猫猫开走了，你们还有心情笑？工头别着急，等着看好戏吧。哼，炸队友的猫猫让你嘚瑟，今天就让他知道知道我肉肉的厉害。作孽不可活，走吧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